我弄你叫人叫人夹起来。哦。啊。聊完天了吗？还是要再聊一下下？阿姑，那你带回家好不好？阿姑，你跟哥哥回家好不好？不要，去哥哥家玩了。哥哥家有两个哥哥，就刚刚那个啊，凯凯哥哥还要去。我们家有游客汽车。对呀、啊，好不好？哥哥家好多玩具。是啊。还可以跟我们一起打篮球。打篮球哦，这么好。哦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玩车轮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哈、哦。好啦，那我们要回家咯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薇薇，你把球收起来。阿婆，我们下次来再来跟你一起玩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跟薇薇哥哥要说什么？